影后杨紫琼近日出席第76届坎城影展，身穿一袭绿色礼服，展现高雅气质，一登场立刻成为全场焦点。杨紫琼之后也出席了耀动他影颁奖典礼。格外引人注意的是，杨紫琼在会后派对上被捕捉到热舞的画面，只见杨紫琼与布利拉森站在椅子上面对面尬舞，超放开的模样让现场气氛超嗨，而布利拉森也转发该则影片，并在文中写下和女王尬舞。影片曝光后，网友们看了纷纷笑翻，直呼好想加入这场派对，男人真的太可爱了。